下车这边出去的时候油是满，这是左边的打档，左边的把手刹车。你这重关重关，然后出发了。他的团子比我想象中的还巨无霸。干杯！干杯！来吗？干杯！干杯！日式合适的富士山景房。蛋糕来了，现在三度，讲话就有白烟了。快走！哇！我们要坐 JR， 然后去大约车站，再转车去河口湖。我们上车了。它这里有一个饮料架，那里还有充电器。出发了。它的肉松长得好怪哦，湿湿的。那你的虾子是湿湿的？然后有虾子吗？我怎么没看到你的虾子？没有，看不到虾子的虾子。长睡了。现在外面的风景很漂亮哦。没什么风景，这样叫没风景，就是屋顶，屋顶很漂亮啊。你的风景是去韩国那才叫风景呢、啊？不是，风景就是啊，雾社山看到哪里？那我刚看到，这么远就看到，真假的？这样就看得到了。那就是天气很好哈、哦。那里大家有看到一个小小的富士山的头吗？哇，好兴奋哦！下车了，哦，终于。我们现在终于在大悦车站了，然后天气很好，因为我们拉行李箱，所以走路实在是很缓慢。妈，冷不冷现在？不会啊，好漂亮。你的羽绒外套看起来很暖哦。啊，这台来了。普通街啊，对啦，这种车哈。哦，这里有写河口湖，你看。好，上去走。它这里面的车位是这种，两个坐的。左边或右边，左边右边。这站是富士极乐园，超多人下车。在上面直接看得到那个云霄飞车，对不对？铁轨，很多人来乐园哦。哇！一下车这边就可以直接看到富士山。我们刚刚是坐这台来的。天气好好哦。哎，你好，是伦伦。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河口湖站。哇，我们总共转了三趟车吧，从东新宿到新宿，然后再从新宿坐 JR 到大悦车站，然后再从大悦车站坐到河口湖，然后反正就是转，然后我们已经到达这边了，很顺利。在日本时间9:32，我妈去拿了一堆那个富士山啊、周围的那个食物哦，哈，对对对，富士河口湖，然后那个那些什么，就是富士山的纳税的。这个还好了，你放这个，这本很，你去挑了，没有？啊，都写中文吗？
啊，都日文，日文没关系。好像人家说蓝天的富士山超难遇到，所以看到要赶快拍照。我们有拍了很多照片，在车上的时候，我们刚刚从这个地方出来的，然后你看富士山好大哦，哇，而且它好像在冒烟的感觉。刚刚在车上那个真的像在冒烟。我妈说这是金鱼啦，吃这三只四只小鱼。小鱼，你真的是又在幻想了，像不像？还蛮可爱的，还真可爱啊。到了，就在那边那个绿色的 Toyota Rent Car， 终于抵达。啊，我们拉行李箱真的超累。回来的时候要把我妈放在那边顾行李，再自己过来。好多人欸，哇！但因为我们预约的是12点，但是我们想要提前问问看有没有机会提早。现在几点？现在10点欸。好，那2个小时问问看好了，好不好？好。啊、这边一样可以看到富士山。超级多人在等。Sorry, here. Hey. We booking at 12 o'clock, but can we earlier like this tim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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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1, okay. Okay. $1, no? Oh, $1. Coffee, okay. Okay.一般都会两个 driver 的意思咯，对对，不然他怎么会这样问？问了一个 driver。哎，本栖湖。本栖湖。哦，嗨，嗨嗨。哦，你这个不错哦，急救用。还不会讲，我只会韩文的，我不会讲日文的。Camp 不久。我们本来是23100，然后多两个小时，多2000，是吗？多2300，是吗？您好，欢迎莅临意外事故保险和免责补偿制度，相当重要，因此请您特别注意酒驾的什么什么的。不能酒驾。嘿，不能酒驾，当然喽。一定的。哦，一定要停在停车场。租赁车必须加满油还车。啊 ，It's Yaris, right? Yaris, bit, bit, 啊 ，bit. 哦，我以为是 Yaris。哦，啊，这个只有日本。啊、oh, ，Japan only, Japan only 哦。嗯。哦，卡哇伊。哦，这个是卡哇伊。你在检查车况。他这边有说出去的时候油是满的，所以回来的时候油也要满。那、啊、他隔壁刚好就是一个加油站，所以我们就回来的时候加油。他、嗯、这台很棒哎，他这跟 Yaris 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他的后座是可以躺平的，嗯、我们那个 Yaris 不能躺平的、哦。这样啊？对啊，这台很棒，然后我们行李刚好都可以放得下。它这是一个左驾，一个右驾。然后现在是我右驾，我是这样问他的。中国語の入力方法が分かりません。哇，这个这翻译机还在用场。我们在这里一直用它哈。然后他教我们用的是这个搜索的 map code， 就他们有输入一些在地的景点，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在汽车的导航上输入。对，直接在这边输入。所以我现在先输入我们要去这个新昌山前间。用数字代表哈。好，这样快多了。哦。因为我们来这边通常都会去一些景点嘛，对不对？58。然后这样，导航开始。它这是左边的打档，左边的手刹车，所以都要用左手，然后还要靠左行驶。你的脑子，我就要一直左，是不同边的，左转灯在右边的，整个都反过来，都反过来。哎，我还不会，小心，不知道怎么按。靠左，慢慢来，刚开始你要慢慢来。靠左。啊，富士山在那里。
反光哎。嗯，没办法，慢慢熟悉。靠左，靠左。你在同框，同框。有同框吗？有了，来，来。房子拍了我的大头？没有。有我全身吗？有你的脸跟富士山。大约300米前方左转。啊，看到。这个不要导航还不行。啊，中文导航好棒。而且是左转哦。哇，真好。这是靠左。左转。哎呀，完蛋了，这里啦，完蛋了。哦，这是铁轨。对，靠左，靠左。大约500米前方到达目的地附近。哦，好难呢。很难哦。哇，你看转过来还要记得是靠左。就是这样子。哇，刚刚那个瞬间有吓一跳。哎，对，它那个路，然后又是一个铁路。哎，又铁路，我吓一跳。开进去铁路。想着我要开到铁路转进去铁路上啊！你说我刚刚是不是要转到铁路里面了？哦，很紧张。哇，真的很紧张。第一次自驾的停车格成功，很棒。我刚刚还想说，好像不是很好停，因为是反方向。棒棒的我。啊。右驾超不习惯的，一直打到雨刷，好好笑。觉得灯跟方向灯跟雨刷是反过来的。好，那我们现在停好车了，是这里吗？好像要走个10分钟到15分钟，不确定，就爬山哦，当作运动咯。可以吗？你常常爬山可以吗？没问题。大丈夫？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か？浅间神社。哦，照着这个指标走，去这个塔。哦，真的好漂亮哦！哇，有枫叶，这个角度，哇，好漂亮哦！但这个应该原本是枫叶吧，好可惜哦，不然原本是枫叶很漂亮哎。啊，我们刚刚突然一转头过来看到这个角度，看吗？现在超累的，好喘。这边超级壮观的，富士山在这边。终于，就是这座塔，到了。然后大家好像都是站在那个栏杆上面拍照，大家我快喘死了，哎，现场看到富士山超大超感动，这边爬一次就够了，我不要再爬第二次太累，人也超多的，很多外国人，全部都是外国人，那明信片的话角度是从这边。就是这个塔配上富士山，然后这是明信片上面会出现的景，超漂亮的。可是要来这里真的是要先爬一大段楼梯，超累。我妈来过富士山，就是来过河口湖，可是她第一次来这，对不对？对，上明信片我还真的看过了。哦，你说这个的哈，有印象。我们现在下来走这个斜斜的这个，妈妈说比较不伤膝盖。我们现在。在河口湖了，想要去坐缆车，所以我们赶快先过来，因为刚刚看的话好像这里已经有点阴天了，早上太阳超大的，现在突然有点阴天，而且它这里好神奇，他们的小型车都免费，写无料哈，无料，我觉得大型车也是无料。我们要从这个楼梯上去，然后那边是按内锁，对不对？嗯，好，走。到了，妈，你要保护我。好，你女儿惧高症，你生了一个有惧高症的。你就不要看这里就好。但是我们不是要拍照，还是得看。这么多人吗？我们看一下刚刚的票嘞。900块来回一个人。哦，一个人900日币。
九百大概台币多少？差不多200块了。好好，就200。来回。哦，我们就是进这一台耶。好。好，好紧张哦。哦。好漂亮！这边是富士山，然后这边有富士极乐园，对不对？这个是富士极乐园吧？对，好，没错。啊，然后你往右边转，大家看河口湖，来，小心都不摔下去哦。不会，那么没信心，真的是没信心。慢慢的，好，慢慢的。这边现在是河口湖，今天天气很好很好，有蓝天的，对不对？那我们刚刚坐的缆车是这边上来，看得到吗？看得到。这个是缆车站，我们刚刚就从这边上来。对。而且它很快，我以为会很可怕，结果一下子。很会怕。大概一秒钟就到的感觉，对不对？没有，你绝对不会有惧高症的感觉。对，因为我是惧高症，惧高症可以，惧高症 OK 的。你说我要怎么把它拉近？哎，对对对，近看的方式。啊，但你要弄到一点，那富士山头被你切掉了。亲自看就有这么大，而且我们眼肉眼看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上面的雪，对不对？有有有，肉眼看有雪，没错。好，好慢的，出发了，完蛋，正好录到两个人在拍照，录到人家的头。第一个是逆富士。就是早上才能看到的，往下看这个 diamond 钻 diamond 富士 diamond 富士钻石富士，这个是他们说好像我們日出日出的时候，而且是在1月1号的样子，是不是还怎么样？可以看到这个深岩山的山顶，会知道。再来，火山云，富士山和云哦，这边有一个茶屋，大家都来这边吃东西，走走，我们也来这里，这个买，这个买。贩卖机买走，来哦，从这边开始吧。你怎么知道哪一种？哪一种？这边看啊。这里啊，繁体字啊。啊，你要不要看一下？看一下。我要糯米团子。你想要白兔糯米还是猫糯米？好好好。哪一个？怎么都不取这种名字。哪一个呢？白兔怎么敢吃？它只是看起来是酱油吧，跟粉呐、啊，要不要哪一个？哦，酱油还是粉？有粉的，粉啊粉啊，一个啊，然后要买一个喝的吗？要帮你买一个热培茶吗？好，这个好，那边喝。好，那总共多少？这样子总共900，跟坐车票一样。好喽，现金。哦，他掉这个出来，有没有？啊，这么多，我们几样就会几个。啊，对，我马上不收零钱。好搞笑，来吧。嗯。在这边柜台，他有说要用卖票机买，然后再给他。Hello，Hi，你是什么？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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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那边吗？那里有一桌，快点。OK， 好。啊啊啊！嗨嗨！啊，我们坐这边，这里就可以喝茶配富士山，好赞哦！啊，我们要跟富士山一起喝茶吃东西。哎呦，可爱可爱哦！
它的团子比我想象中的还巨无霸、欸、然后冰淇淋都不融化，是因为很冷对不对？对，还有一个热茶，那热茶很香哦，很香，对啊，哦，很香很香哦，很香，热茶很香，你先吃一小口，然后跟我说味道，什么味道？嗯，茶味，巧克力，哈，巧克力的，哎，我以为是茶的口味，结果是巧克力啊，茶或者是那个绿色的。哇，现在我们在缆车河口湖缆车，然后坐上来之后的这一区有一个茶屋，超级漂亮，可以直接坐在这边，然后背景是富士山，跟富士山喝茶。我妈好开心哦，开心啊，开心。你刚开始说很近，对不对？好像富士山在你隔壁的感觉。你跟富士山干杯，来吗？干杯，干杯。每天好好吗？我吃一口了。很不错，棒，这种感觉，但很推荐一定要上来，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来哦。Good camp，good camp， 天哪！而且你看妈妈，你看这里，这也是他的饼干和糖果啊，我是不会被这个骗的。还有 Good camp， 啊，你看到后面是富士山？对呀、啊，嗯。他这边土产刚好遇到疗愈露营的土产，然后这整间土产店超多可以买的，这边一整柜都是疗愈露营，哇！就在这个茶屋的里面，另外一半就是这个胡子，然后那个是令，哦，令，他同学啊，是，对，算同学。好可爱的，现在突然有一道圣光，好漂亮哦，从这里洒下来的。我们来饭店 check in， 我们今天住的叫做美富士园，是一个可以看得到富士山的饭店，很漂亮很漂亮，哇，富士山就在我们饭店的门口这边，很漂亮，哇！Room number 4.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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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太多，一定要的。了解，了解的。可是他们了解真的跟我们的了解一样哎，了解，了解的。哦，过不去了，完了，等一下一个一个来。已经少了两个了哈。哎，很棒很棒，我们有车子之后就轻松一点点点。保持得很干净。敲敲。对，好。嗨，进来了。哟，哇，这里是合适。都在下面。好，合适。你打开它就会很亮了，去。是啊。哇哇哇，好漂亮哦！今天住的合适啊，很酷哦。我们今天睡榻榻米。那这是厕所吗？嗯，这个是浴室。看一下，为了带我妈来睡这种日式合适的富士山景房，这间是我特地挑选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很可以，因为我妈喜欢这种复古感，对不对？嗯，她喜欢这种复古复古日本风的感觉，哈，有喜欢吧？有啊，大概啊，好日本哦，睡了半这么多，四个人。因为我们订的时候，他写的是三人日式床垫，差不多三位还是四个，对不对？对。妈妈，这个好像以前那种日本的家庭哦，有没有？就是、像不像？合适没错。嘿，就是合适。哎，还有他这个合适的椅子是这种有靠背的哦。对。哇，妈，你的三景房。
现在要帮我们铺棉被啊 ，OK。刚好可以看那个他怎么铺棉被来。原来是这样用啊，哦，哇，好特别哦。哇，弄得很漂亮。嗯，不错。妈，你喜欢的日本风格有没有？有。你有睡过这种的了吗？有睡过。你在哪里睡过一次啊？嗯，Thank you.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了，完成了，好可爱哦。妈妈，这个现在好先进哦。吼，旁边有套的，对不对？要拆很方便。对。好，窗户打开，可以这么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哇，我们今天晚餐看起来很厉害哦。我们现在就是开车来河口湖附近的一个餐厅，然后他本来是写5点要打烊，我们现在4点多，想要赶快吃一吃。哈，看起来超好吃的，评价好像很高，我们就来吃吃看。我们一直听说博托，结果博托是不是这个宽面？是不是？宽面，你吃吃看，然后你再跟我说好不好吃，快。我来吃我的乌龙面，我的是乌冬，然后妈妈的是 hotdo 是不是 ？hotdo， 你吃看看来 ，hotdo 怎么样？就是宽面条，然后味道不错，很棒，嗯。你看日式的料理就是这样子，有很多很多个小碗，对不对？然后很多小菜，我妈最喜欢吃。我们今天算吃第一餐嘞。那外面差不多，天快黑了，现在日本大概就是4点左右就是天黑。我们今天吃这样子是3360，差不多800多，800块左右了。我们出来，天已经黑了。这家饭好吃吗？好吃吗？好吃啊，你满意就好了哦。地方出来了，哪边？这里。哦，不远。人家说国外的月亮比较远的，有吗？没有。不远呐，是重阳。你国外月亮没有圆呢。好了，出发。我们现在决定要去一个超商，然后就回饭店。对。河口湖这里的 Seven 不知道为什么是咖啡色的。刚刚看到另外一家 Family Mart 也是咖啡色，好可爱。我们要来买个啤酒、零食，日清系列超多。哇，好赞哦！这个蛮可爱的，长野县产的苹果啊，哦，很有名哎，对不对？你帮我拿一罐，它的酒有几趴？哦，4趴。好 ，OK， 这一罐是这样的。那你不要买其他的，买个饼干。UBE 咖喱杯面，好吧，就这样好了。今天没有看到富士山，但是就是搭配湖景。今天我们想说来红叶回廊看一看，结果没想到就在我们昨天吃饭的那一家的旁边。我们昨天吃饭就在这个红叶回廊的左边，然后现在这个红叶回廊整个都是光秃秃的。虽然本来就知道了，想说还是来看一下，因为蛮近的。这一小颗还有一点点点点的枫叶。就是说，对，这里全部都是枫叶哦。你们看，这地板上都是这种干掉的，有没有？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是满满的，满满的枫叶，剩下这一小点点呐、啊，真有趣。好多颗哦！哇妈，这个枫叶还真漂亮。好多枝啊，好多枝，小鸟在吃。哇，真的蛮壮观的。
必拍的景点。我按下去之后往这边拉，上面你看这漂亮的要命，剩下好少好少，但是还是可以知道这是风雨、哦、今年还是给你追到了，有追到哦，追到了，这已经是超级尾巴了，末梢的感觉，对不对？有照到吗？有，好漂亮，你看，好看好看，是我拍的，好看你拍的，有没有？你拍的哈、哦，嗯，有没有？有了，今年还是让你追到了，有追到，你拍摄还要一滴滴，我觉得就很满意了。我们来买富士回游，这里有雪，然后它一天是三班车，我们先把要回去的那一天的买起来。嗨 ，OK， 定自己吧 ，OK， 嗨，有网友建议说可以买这个回游，然后他说是直达车就不用转车，那我们回去的票先买起来试试看。我们现在。在山中湖，刚刚开车的时候超可怕的，一度起雾，然后看不到前面，然后就差点开到快速公路，然后我妈吓死了，还说我们不要去了，不要去了。然后我想说，山中湖，然后随便找一个湖边看到很多人来过的打卡的点，想说来练习一下开车，因为我们明天要开去露营场，怕不会开，所以先来练习一下。哇，现在这边整个都是雾，然后其实对面这边是湖。哦，它外面还有都给小毯子哈、哦。嗯。要等吗？要登记一下。啊，你登记一下你的秋伤啊。哦，要登记了。我来。好、哦，先选蛋糕。那你要吃哪一种 ？Cream cheese pie。Cream cheese pie。嗨。记者来了。嗨。ご案内します。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哦，看起来很在地，所以很困难。他不会英文。嘿，不会英文。还有我。哎，我们这台棒棒的。这台棒棒的。因为我妈还会问他说，要比较不甜的是哪一个？比较不甜的，嗯，然后他就跟他讲哪一个比较不甜。这个人英文真的不会。这边，而且他红茶就有一整排都是红茶，它里面是这样子。我们的蛋糕来了，你看我的热拿铁居然是晚装，好酷哦！那你的呢？我的红茶。哦，对啊，这种很符合你喜欢，用茶用煮的杯子哈。好，刚刚不是茶包哎，好，泡好给你的，来。哇，这个是他说比较不甜的蛋糕。对啊，甜的是阿麦呀，比较不甜的蛋糕。那这一间的店名叫做这个。哦，蛮久了是不是？1985，好像蛮有名的，因为好多人哦。我们是在 Google 的评价随便找一间，四个加起来对不对？对，嗯、哇，3135，3135啊，这样700多块，700多块哦。日本的下午茶很贵。妈妈，怕不怕？刚刚讲一下，你刚刚怕不怕？还是不要。不喜欢，被我妈笑死。我们刚刚开那个差点要走到高速公路的时候，我妈一直赶快回去，赶快回去，不要来了。她说没有什么好去的，不要去了。有点恐怖哎，那么多不熟。然后我是那个起雾的时候，我才觉得害怕，因为刚刚那一段雾很大的时候，就觉得蛮可怕的。反正大家如果要来自驾的话，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这里有机会停。找到了一个山中湖的公用停车场。哎呦，有看到水了。又不是，我们去咖啡厅回来的，暂停一下，欣赏一下山中湖。刚刚那个咖啡厅还真的是好吃又好喝，价格不贵了。他说一定一味难求。啊，关门。有水哦。有。有，搭这里可以走下去。对，给人家搭船的。搭船的。对。山中湖。好雾哦，哈。嗯。超级雾的。
旭日秋公园。我刚刚还觉得很像露营场，可以让人家烤的吗？没有啦，那他自己在烤的啦。好雾哦，这让我想到那个摇曳露营，他们去山中湖也是很，有到山中湖，他们有到山中湖，有一个露营区在山中湖，可是我真的不敢去找那里了，我觉得有点可怕。妈，你看我现在讲话有白烟，这现在真的太冷了。我们现在几度嘞？我看一下，哦，现在三度，我三度，讲话就有白烟了。你围巾围起来了，那是赶快围起来。你会冷啊？不会不会，你应该说你的暖暖包怎么不拿出来？暖暖包我拿带出。我们现在在山中湖，然后只有三度。好多人在那边哦，你看，我说怎么那么多人一直在看？妈，天鹅哎。真的，活生生的天鹅，你可以录到水了。啊，赶快去录录天鹅！哇哇，天鹅！天鹅，它都是有天鹅的船。海浪。这个湖的水很湍急哦，风很，这是代表风很大，因为是湖的话，就代表风很大。哦，难怪很冷。你的冷度好像跟我们那一天在韩国露营的感觉。啊，那个是那个潮的，好酷哦。有点可怕。再走，有点想。check in。check in。哦，那我们就等一下就来泡温泉了呢。这间饭店就是比较新的那一种。啊，小小间的双床的房间啊，好了好了好了，那我看一下，然后厕所，哦，他的厕所很新耶，大家很可以来住这种的哦，很新，一样是富士山景房，但是现在看不到富士山，我们的是富士山景房，这边是富士极乐园。哇，好可爱的座位啊！你喜欢？你坐这边，我这边。好。它的座位也太可爱了吧！This is number one. Oh, number one. Yeah. Okay. 好，那你来看你要吃什么 ？Number one 的当然叫一个吧，对不对？对呀。一个这个。啊，上面那个是什么？这个。Wagyu? Yes. Wagyu 都是 this one. This Wagyu. Good. This one. Oh, oh, oh. This one? Ay, yes. Ah, oh, okay, okay. Okay. Ah, this one. Okay. Oh, good, good. Thank you. 你想吃这个的话就吃这个啊。那个是什么？什么？你不会看。哎呦，是生菜沙啊，吃肉要配生菜沙拉。那你要这种吗？这种拔辣。水果沙拉，那这是生菜沙拉，好了，就这个吧，番茄的这个，生的生牛肉你不敢吧？不敢。好好好。那这边是猪跟鸡，有没有？不要，不要，只吃牛就好哈。对对。哥，不甜了。哎，绿的牛汤。舌头，你要吗？不要，受完了。We don't like 汤啊。对。So, how can we check what we order? Check. Ah, okay.妈妈来吃和牛烧肉咯，啊，真的是太复杂咯，它好可爱哦，忘了讲哭了嘛，啊，这间烧肉是也是看到我们在 Google Map 上面随便看了一个，看起来好像不错的，嗯，哇，好 ，OK， Thank you。那个是猪油，然后先涮一下才不会粘锅。我们刚刚发现还有这个比较便宜的黑毛和牛1480种的，我等一下想说我们这几个先吃了之后再来点，因为刚那个是他先推荐的，我们点了这个跟好像是这个吧，和牛烧肉。我妈喜欢吃熟一点的。
你够熟了吗？哎，这个是什么啊？这什么酱？柠檬酸酸的吧，好像。哪一个？这个中间的柠檬。你喜欢你柠檬味？嗯。这边是满满的和牛。哦，现在好冷哦，还下雨。你看现在这个看起来有没有像车窗被打破？我们刚吃的烧肉在这边，哎，这家还蛮推荐的，就是我们有听店员的话点了一个比较贵的，那一个很好吃，反正我们觉得蛮推荐的，可以蛮便宜的吃到和牛，然后就再来就分等级跟部位，对对。啊，确实一分钱一分货，好吃，好像吃到饱。离那个 My Stays 的那个富士山的酒店很近，所以大家如果住这边的话，还是可以来哦。ラストオーダーが始まってクローズが10時ですのでご了承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はい、お料理取る際マスクと手袋の着用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饭店的早餐是自助吧，这个才是真的荞麦面。好了，早餐他居然有咖喱，所以我拿白饭。妈妈吃什么荞麦面啊？早餐还有这个现煎的，这是什么法式吐司吗？糖粉、果蛋跟糖粉哈。这是我们饭店的停车场。日本的停车场好规矩，你会觉得有。这里是那个男汤，然后前面是女汤。我们这边也要来投一个贩卖机。我们昨天买了富士山水，觉得好好喝，120块跟超商差不多了。想说买个几罐，反正我们有车子可以开。好啊，我们富士山的行程结束了。那我们今天是要前往露营场，所以今天的这一段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这边总共就是住了两个晚上，所以就是两天两夜的行程。我们从新宿直接坐 JR， 然后到河口湖，中间是有在大月车站转车。那后来有那个网友有分享说，可以从新宿有直达河口湖的车，叫做富士回游号，回去就可以坐这个直达车看看。所以我们有先买了富士回游号的从河口湖回新宿市区的车子，那就等最后一天的时候再搭车看看。那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两天在河口湖这边玩的不错哈，妈，还不错吧？你应该第一天来有看到啊？对，我们第一富士山，第二天就没有了。第一天的时候真的好幸运哦，我们从JR 上面就一路看着小小的富士山变超大富士山，对，算蛮幸运的，是因为我们第一天很早出发，那到这边的时候中午就开始已经起乌云了，所以富士山一定要清晨到白天的时候是最安全的。如果你到晚一点的时候，可能我妈妈本来一直很想要晚一点出门，我就说还好我们有强迫自己提早出门，还真的很危险。我们这个饭店订，我看的那个我折价完之后其实是3600块，很划算。你们第一天晚上住的那一间饭店的话是4100的样子，好像4100都含早餐。对，我们都有含早餐，妈对早餐很满意。哦，这两间饭店都很满意。你最喜欢吃日式的早餐哈？对啊，今天这个也很好。今天是buffet的日式，也可以有日式，也可以有洋式，所以蛮推的。蛮推。那所以这两间饭店我们都认为蛮 OK 的，而且附近都很多吃的。对。河口湖那边也很多吃的，富士吉田市这边也蛮多吃的，所以都不怕饿肚子，不用想说就是荒郊野外没得吃，就是安心的来就 OK 了这样子。我妈是蛮满意这次的富士山行程。那我们这支影片先到这边，那就等下一支露营的影片见。喜欢我的影片，帮我按喜欢，订阅我的频道，记得我的 IG， 安妞，拜拜。